好，诸位法师、诸位老师，大家好。好，好，我们继续努力。好，我们要能达到学而不厌。好，这个在马来西亚一天上多少个小时呢？10个小时。我们要效法学习。好，今天就别委屈大家了。下一个问题，戏子净宗学会的师兄姐们想在戏子推广弟子规，初步的想法，每周三晚播1个小时讲经引带，在1个小时小组讨论，那推广的方向及应注意的事项，让老师提醒。啊，这样的情况啊很好，因为一定是呢我们内部的人要先学好，内部的人呢、懂了见合同解才好推广。我们不要呢自己内部都还搞不大清楚，然后就急着要推也会出事到时候自己都不清楚啊，一大堆情况又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所以见合同解先内部学。你不要去好第一次一定要破200人，硬是找一大堆人来听那个会很乱。天下之事以见而成，一切随缘。8个10个来开始，然后呢听1个小时，另外1个小时大家从落实当中去讲自己的体会，慢慢的就会有人在加入，而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提升起来了。假如后来加入的人多这个分享要控制一下。你不能他今天来你就让他分享，他的知见认知到哪里不清楚，一言既出是马兰堆，他假如讲错了其他的人也搞不清楚他是谁，又把他听进去麻烦了。这个时代是听骗不听劝反而有一些偏颇之处呢他长得跟我很像呢，然后就心有戚戚焉，那这样可能就被误导了。所以分享呢一定还是要很有把握，这个都是修学比较稳定的，请他们讲，这样慢慢慢慢的，这个知见稳固的人就多，到时候很自然的，这个老的就可以带小的，好，那这个推广当中呢，还可以除了这个成人的学习，假如有一些师资，也可以不妨呢办这个小朋友的学习。所以让他的家里是父母孩子一起学，这样整个家庭气氛呢带得比较快。好，这个弟子规真的推下去一本都可以讲半年一年都绰绰有余，所以大家不要急着说那弟子规完了之后叫什么真的呢，我们在大陆讲了3年多诸位老师，我还没换，我还是弟子规。好，这个师父讲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而这一些弟子规的行持大家都很深刻记在心上，把孝经拿来，把伦理拿来，你只要根扎得牢。孝经伦理你都会讲，而且你一讲绝对不会像学术界的人讲的一大堆人家听不懂，会觉得很亲切，都跟生活一样，你密切的结合。好，下一题，看到桃园地区新竹地区已在推广弟子规，甚至成立了至善多元教育读书会非常新鲜，请问如何在自己乡里推展弟子规？
需不需要先参加至善多元教育读书会，汲取经验之后再来推行？好，这位老师，假如您本身就已经是学校老师了，其实您在教学当中就是在推广。那从我们这个点，从我心做起，从我班我家做起。哎，你看哦，从班它就可以影响校哦，要校再出去就快了。从家会影响社区，那社区出去也快哦。所以其实安住在当下，好好的例行解习相应，可以从这样的方式呢去推广。那可以先向社区或者是向班级的家长讲，或者呢校长很认同，或者同年级的老师很认同，你可以针对同年级的家长都好，或者全校的家长都可以。你说哦，全校家长很害怕，不用怕，你又不是去跟他打擂台，是不是？就是真诚的交流嘛。哎，他有好更好的例子，你把他挖过来不就好了吗？所以我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我们很谦卑的去付出，人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，也会很真诚的跟我们交流。哎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吸取经验。不然诸位老师，我又没结婚，那跟人家谈那么多养孩子的事情从哪来的？不就从大众的这些经验里慢慢积累来的吗？当然了，我是不是啊，我当过儿子嘛，是吧？那我父母怎么教育我都看到了嘛，那我就从我父母教我们的这些经验去分享也可以啊。好，那当然哈，在《礼记·学记》当中啊，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寡闻。往往呢，人家很宝贵的经验一跟我们点，我们可能就开窍。所以欢迎这位老师呢，常常到我们至善多元教育读书会呢，来给我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呢，跟我们交流。好，好，下一个问题。墨学的公婆已年逾八十，身体欠安，目前未同住，相距约十五分钟车程，现想回去同住，照顾公婆生活起居及料理三餐。好，我们给这位老师掌声鼓励。那现在呢，比较困惑的是，双方饮食观念呢及生活习惯差异甚大。公婆根深蒂固的是饮食以蛋肉奶为有营养的食物，吃干谷干、高糖高脂、高盐等饮食习惯。墨学担心同住时双方起烦恼，墨学不能造恶业，我想尽孝道。 好，什么是恶业？善恶在哪？在自己的心中啊。大乘菩萨、大乘修行人持的是心戒，罪从心起，从心忏。好，那我们的目标啊是尽孝道，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要求到都是完美的情况，都要神聚目断，言低识穿嘛。所以整个知见的沟通那也是缓慢进行嘛，当然也不能执着缓慢，
啊，说不定你光光火火有一天做梦梦到一些情境，突然开悟了，我要假猜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好好祈求佛菩萨加持，这一份孝心会有感应。啊，当然呢，很多事情还是要循序渐进，包含你公公婆婆最听谁的话，从哪里下手啊？啊，他假如最听他儿子的话，那这个时候赶快新世纪饮食，让你先生疲劳轰炸都要看好几遍。哦，然后他认同了，他自然会善巧去讲。而且真的人老了之后啊，对自己的孩子是有依恋的，是啊，很信任。哦，那话呢也会听得比较进去。啊，当然呢，在这个引导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也不要操之过急。哦，你不要让他一下子就要全吃素，那个太强人所难。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第一，煮素菜的功夫要提高。啊，第二，哦，做出来其实是素鱼，看起来像真的。哦，然后他吃得很欢喜啊，哎呦，很好吃呢。啊，妈，这种手呢，他说哇，素菜也可以煮那么好。好，哦，然后呢，肉慢慢减少，从五盘两个礼拜三盘，半年一盘，好，慢慢减少，这样呢比较，这个叫润物细无声，就不知不觉的慢慢就把他的这个饮食习惯，这个转过来，可以先吃三净肉，一时间还转不过来，吃三净肉。这样造不造恶业啊？你根本没有杀他的心嘛。好，哦，好，买来肉以后啊，这个肉跟你有缘，怎么样？自诚念往生咒，念佛回向给他，啊，这也是跟他们结一段法缘。哦，那你这个真诚心越快啊，相信感应也越快。好，啊，下一题，大家不要出去说蔡老师说可以吃肉，这已经为这拍动来的钱呢。好，啊，蔡老师说音乐教化人心的力量很大，流行音乐中之靡靡之音切不可听，现今有一个喇嘛说要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教化人民，此喇嘛着华服开名车，种种行径不是修行之人所为，请问老师此人所言是否不可信？是。哦，佛陀在灭度以前交代我们啊，是依法，还交代我们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那不就解决了吗？他有以戒为师吗？有没有以苦为师？好，所以是随顺圣贤教诲，不是随顺烦恼习气啊。而且我们说先以欲勾牵，后令不佛子，这个欲不是去增长他的欲望哦，这个欲是他所想好的需求，哦，好的需求，然后你去成全他，他很感激你尽力这个信任。哦，比方现在的父母，你跟他说啊，念佛成佛，他说我烦死了，我那个孩子都教不好，你别跟我讲这个了，四十岁以后再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时候你能把哎如何孝养父母、奉事之长，哎当孩子的榜样，哎你可以把家庭治理好。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孩子教育，结果这个时候呢，你又能够了他的愿，这个叫先以欲勾牵呐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十八般武艺，哦，
哎，都可以去供养大众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很能够，哎，跟大众啊接上这些缘。像杨老师才华很高，我们都很羡慕，是吧？你看毛笔拿起来唰唰几下，旁边的学生这厉害，结果我没办法。好，所以我们呢多听经啊，面对很多情况呢就会判断。你看一个老师跟学生勾肩搭配行不行？那我顺着学生嘛，跟他打成一片嘛，那是错误的啊，那根本完全就是谄媚学生啊。你老师是引路的，你到底要引到哪里去？我们可以去了解他们的心境啊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啊，我们自己呢，啊，这个做好榜样啊，去把他们感化导引过来才对。啊，下一个问题呢，啊，《弟子规》将待人接物基本的道理说得十分明白，读了《弟子规》似乎更应对其他圣贤者的经典好好研读。啊，请问老师该读哪些经典，其先后顺序是否有一定？啊，好，学贵心悟，我们现在先不要急着说要读几本经啊。啊，成年人啊，最重要的在学得扎不扎实。啊，你看学了一本《弟子规》，诸位老师们，世间哪一件事情不能解决？不能用《弟子规》解决，都行哦。你任何难题来，《弟子规》都有答案。所以，其实假如今天不是讲课哦，我们也不会去读一大堆呢。今天读很多的经哦，最主要是呢，怕底下的人说这个人懂得就这一步，所以。所以才那里，《中庸》说什么，《论语》说什么，好是这个让大众呢，哎，他心理上觉得说，嗯，还有点东西。不然我们老老实实一句弥陀，一本《弥陀经》就好了，多自在，多快乐。所以这个因为已经走上弘扬文化的路，所以我们可能得多读几本经。可是在人生的受用当中呢，一本经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。好，那这个学习的次序呢，我们按照三字经的次序学弟子规，学三字经、孝经，还有再来读论语、大学、中庸、孟子。啊，你搞啦，万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好，所以到时候这些都读完了再说的哈。哦，所以真的我们有时候哈，那个读《孝经》哈，越读越犹豫，越不想放下它，因为那个经义的无量义理慢慢读出来，哦，那个深度跟广度真的没有边际。哦，所以我们啊，师长曾经说到的哈。学一部经啊，就专一部经，学通了再学第二部，啊，所以师长十年学了几部，才学五部而已。好，好，啊，下一个问题，啊，请问开始学佛法是否先念无量寿经？啊，但啊，然后不要了解经句，但默学的想法。想先懂得经文内容再去念经该如何做？可以先了解经，可以有一本叫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义解，有没有？哎，可以了解。好，你假如觉得你了解完之后你读起来更摄受，这个可以。好，先念无量寿经呢也很重要，因为你很清楚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因果啊，整个修学的环境，我们会升起一种向往，一种愿心。
而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非常重要。你有相信了，你才会有愿，才会去行。那为什么一定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？因为无常随时会到。所以我们已经了解西方极乐世界，哎，这一生别无所求，任何时候呢，我都要往生。哎，但是往后的日子呢，有一天，我们还是欢欢喜喜为佛法、为众生做一点。好，这个是先跟呢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频道啊认识清楚的，就容易接上去。好，然后在修学当中呢，我们还是要达到阿弥陀经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啊，所以怎么达到呢？弟子规、太上感应篇、十善业道经，这三部经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。所以好好花个两三年的时间，把这三本经打好基础。其他时间呢，不打妄想。好，走路的时候，行住坐卧。会好几年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。所以我们往后的人生呢，除了念佛、听经、读经、拜佛，还有跟人竞争。你当下是哪一个角色，用普贤行愿的心境去好好落实。你是老师，哎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每天在学校里面就是这样去做。好，在家庭里面，你是家庭主妇，敦伦敬奋，广修供养，用普贤行愿的心境，每天在家里做普贤菩萨，看到家里每个人佛啊，礼敬诸佛。哦，然后呢，家里的人有好的表现，肯定他，鼓舞他，称赞如来。好，每天煮那个饭，广修供养，这边有佛架啊，好好煮，哇，特别香。好，在家庭当中有一些自己做的还不是很圆满的地方，忏悔业障。好，用这样的心量去做。好，那你看哦，每天就这些事情，就不打妄想。哎，广修供养，跟人敬奋做完了，一有空闲，佛号再抬起来，不要打妄想。经典拿起来好好读，好好听经，好好这个提升，真的不能打妄想啊！从善如奔啊，从恶如奔啊！哦，这一句是《论语》的话，哎，不是，啊，《论语》的话是见善如不及。见不善如探汤，我们看到好的行为都是那种效法学习的心境，恐跟不上人啊，我要好好努力。见善如不及，见到不善的行为，或者自己做的不善的行为，就好像去摸到那个滚烫的水一样，马上就怎么样升回来了，不敢再起下一个念头。见不善如探汤，所以从善如灯。一个人行善必须克服自己的习气，所以就好像登山一样。哦，那每一步爬起来啊，还有地心引力在拉，有没有？从恶，恶念起来了，恶行出来了，如崩，就好像一步没有踏稳了，突然滑掉了，掉到哪去了？你看，一步没有踏好。从恶如崩，滑到哪里去了？
到哪去了？山谷哦，太惨了吧！好，一个没踏稳啊，不要了啊，就抓住了，是吧？一没踏稳哦，滑个一公尺，赶快四肢要拉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一拉是什么？不怕命起，只怕觉迟。这个时候，只要能想起的话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就不会继续掉下去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境界出来的时候，啥都没了，这个时候只有一句佛号可靠了。好，就感谢蔡老师演讲。其中这个贵阳府的歌曲啊，个人很喜欢，若有机会能有 CD 能把唱熟的啊，把它唱熟的话，想唱给周围的亲友们，以音乐传递无声的心声。哇，这位老师回去要高歌，来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而这一个音乐啊，他那个是在哪一片CD 啊，他 那一片 CD 的叫什么名字啊？就叫贵阳府是吧？是，他是哪一家唱片行？慈济哈，哎，大家可以去买，哦，好。另蔡老师能否请您到公司讲 Discord， 教导老板及年轻的员工们？因为我们太需要了，好，只有您来上课才生动，也才能令年轻学子感动。最后这句话不行，这句话叫分别执着，是吧？你看啊，智慧就被这个障住了。这个时候，舍我其谁，你的能力就出来了。好，只要是真诚心，一定能够感动人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三年多哈，在大陆讲课的一些 MP3 哈录像呢，有挂到网络。好，周老师主讲的这个《弟子规》与学管理啊，也都有挂在网上啊，这些资料啊，都可以提供啊这一位老师呢啊，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呢去跟你的这些同仁员工们啊做带动。变成一个这个弘扬文化的一个氛围，好啊，所以也很抱歉啊，不能到您单位去讲，好，因为啊，假如我接了一个单位啊，那就有没戏，是吧？啊，我到了这一家公司去，另外一家公司说：“蔡老师，你瞧不起我，怎么不来我这里？”还要把它变陀螺。好，所以大家多多谅解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比较紧急的事啊，是培训师资。好，你看呢，八月初呢，再过一个多礼拜啊，我们要去跟马来西亚全国的华校他们的校长啊，要跟我们签一个协议。我们长期派师资过去支援他们推展弟子规跟中华文化，那底下签的时人在哪？没关系，阿弥陀佛会派人来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那个庆云书院明年就要开幕了，那个要甚至于都要五六十个老师都不止啊，所以都得培训。下一个题目，请问老师，高中生推展弟子规下手处应如何？除以身作则之外，好，这个请这位老师呢，好，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那两篇如何落实核心教育跟啊这个推展读经的心得报告啊，这个心得报告是杨老师呢，杨老师是我们推展弟子规的始祖。他的经验呢，非常丰富啊，请大家看一下。而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哦，
的推展德行教育，真的第一重要以身作则，第二重要以身作则，第三重要哦，您通啊你看那个家长哦，去听我们的课哦，听完以后都跑来，老师你怎么不讲一些方法让我一次就把我那个儿子给制住哦，他们就一直在想那个哦，铃铛妙药啊，每一次听了半天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一过来，老师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方法，不老实啊，不相信啊，天底下没有偶然的事啊，一定是上行下效啊。哦，好啊，第二个问题，清朝袁枚的妹妹袁素文因为父母小时替他指腹为婚，及其长成，夫家因其子不成才而不愿害素文，但素文因自小与哥哥读儒家圣贤书，一心守贞，以致终身受苦，抑郁而亡。他苦，袁枚一家人也苦，夫家更是认为对不起袁家，好，因袁家有恩于夫家。安条哦，您比我还老。好，请问老师，袁素文是不是该有其他的选择？若以业果来看，是今生受者是吗？啊，这位老师可能过去生跟袁家的交情不错。好，我们呢有时候啊，不要在一些现象当中看，其实说实在的，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冷静的来看，请问死这个事情很恐怖吗？因为我们都觉得死是人生很惨的事情，有没有？其实死是跟换衣服一样，是我们不明白，把死看得很重啊，是吧？对呀，他说死都不怕了，那你这一生有什么好好在那里难受的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，今天袁枚的妹妹袁素文，她坚持要守贞，很好，她对得起她的良心。好，然后她一生后来终身受苦，抑郁而亡，那她为什么抑郁？他一定是有事情没看开吗？哦，那这个就变成他到最后呢是有事情看不开了，他有求了他就有苦，他假如没有求，他一生坦坦荡荡，他也不会抑郁。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无求，那这样我们太刻薄了。哦，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到底为什么，他找的这一个信念保持到最后，那应该不会抑郁而亡，所以到最后一定可能讨债还债，哦，他的债也已经还完了，可是他先生呢太过分了，讨过头了，那麻烦了，他抑郁而亡，下一辈子他先生要还债了。哦，那我们要不要抑郁而亡？不要，不再造新殃，人家欠我们的都怎么样，不要，通通算了，反正呢我啥不求了，我要走了啊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，哦，袁枚一家人都苦，因为他妹妹假如很苦，又回到家里说很苦，他全家人都会苦。假如妹妹她并没有苦，她全家会不会苦？可能不会哦。再来，她的婆家事实上她的公公婆婆对她好不好？不错哦，因为袁家有恩于她的夫家哦，所以她的夫家后来觉得，夫家更是觉得对不起
这个媳妇哦。所以这个时候她嫁过去的时候，她跟她先生是二元，但是跟她公公婆婆不见得是二元，以至于跟她的孩子是不是二元，不是哦。所以这个苦苦在情子很重哦。你看很多哦，先生不好，可是这个女子很守份哦，然后她就很用心教她的孩子。请问她的忍辱负重，她的孩子有没有感觉到？有，往往这样的孩子会很替母亲着想，他会孝顺母亲哦。所以当一个女子假如孩子很孝顺了，她的先生对她再怎么不好，她会不会抑郁而亡？可能不会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方方面面哦，都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哦，都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好，那你说后来不嫁他，这样会不会更好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历史不可能倒回来。哦，但是真的不嫁了，可能这个女子一生，她觉得我没有守贞哦。他可能一辈子良心都觉得，而纵使他嫁到一个好人家，他的心里踏不踏实，那是不见得踏实。好，哦，好，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当中给我们一些启示，哦，一些启示。好，然后呢把我们的领悟呢回向给袁素文小姐，希望他不要再难受了。哦，好，医道里面许静大夫自己生病了，把药给病患，固然很有爱心，是病患比自己重要，如果也留给自己吃，不是可以救更多的人吗？因为他后来过世了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好，这是否和王希海照顾爸爸活着而未找方法让父亲解脱一样？不大一样。好，我们呢来看看呢许俊呢，他今天自己仅有的药都给了病患，他这一股牺牲奉献的精神，他可以传至千古。哦，然后今天假如他把药给自己吃了，然后有三五个人死了，你看他这一辈子安不安心？他不安心哦，他就是因为这一个精神才成就他是新医啊，才有东医保健啊，才有他整个他韩国医术的一股最强有力的支柱啊。所以大家呢看要看深远啊，不要只看到几个人活命啊。哦，因为精神可以长存，而人的精神层面可以提升啊。那几个人啊，他可能死后，哎，可能有好几个人都没有他的医治，所以死掉了。其实也不一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时候几十年下来，其实已经感动多少医生了，多不多？非常非常多。你看他整个同仁都以他为表率，所以虽然他当下去世了，但他那一股精神会印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。然后后面的病患也会有这些人继续沉船下去去治疗他们。啊，所以您担心啊，后面会有很多人没被救到啊，这个心呢我们觉得很慈悲啊，但是呢不要担心啊。啊，那王希海这个我们早上呢啊这个有讲过了啊。好，好，下一个问题。对于一位父母已辞世的孤儿而言，面对《弟子规》孝道教诲啊，万般忏悔，情何以堪？除了事实者如是身，
更要如何积极建设心理，抚平无限的伤痛。好，我们昨天唱这个《贵阳图》的时候有唱到，念佛行善也是孝，孝障佛力超九天。一个人这一生得到了九祖都升天。一个人得到什么时候得到？不是死了叫得到呢，你真正契入境界的当下，你的九祖都升天了。所以诸位老师，你们现在要很谨慎哦，因为呢，你们的祖宗在各个地方都在那里说，黑官孙啊，黑官曾孙哦，哇，他现在学得很认真哦，他在天上跟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龙克力啊，加油！哦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感觉得到，我们跟祖宗啊，跟后代的命运是一体，好好努力。我们那时候看这个这个影城回忆录，有一位修行人八年独任严谨，八载寒窗独任严，结果后来你看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都已经过世了，来找他，鬼魂来找他，然后说希望你帮助我们啊，自己的家人好，没问题，我帮得上啊，你只要答应就好了。一答应，踩着他的肩膀就升天了。好，遇到两个以前生命当中的这个生意上的朋友，结果两个人因为跟他有争执啊，打官司自杀了，他也很后悔，他也是无心之过。他不想害对方，但对方轻生。后来这两个人走进来，他也愣了一下，看他们的表情没什么恶意，说我们希望你帮忙，说我帮得上忙就可以，只要你答应，好，也是踩着肩膀就升天了。诸位老师们，我们的肩膀现在能不能踩了？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。只要我们的能力已经够这个境界了，那父母我们绝对帮得上。所以请这一位老师呢，可以把《地藏经》好好读几遍，读熟，您这个遗憾就不见了。好，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周老师上课时引用商鞅变法及周公治理作业为喻，引述立竿见影之效却短命，而以理治国却能历久不衰，但这需要一段很长的孕育期，使德教深入人心。那么在班级经营当中，该如何取得平衡呢？其实啊，我们觉得要很长，其实长跟短跟我们的心有关，心越真切时间越短。你看孔子治理中都宅一年呢，就成为全中国的榜样啊！大宋一年成郡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啊！所以我们要了解君子之德风啊！我们在庐江汤池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人民的提升非常快啊，离婚率犯罪率快速下降，不到一年哦。所以我们还是坚信人之初性本善，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我们要定一些规矩，而定这些规矩的目的并不是去好像是去对治孩子，定这些的目的啊，是要去引导孩子，去帮助孩子。我们可不要觉得定一大堆规定，好像就是他这个要把他降服或者要把他制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好，所以规矩德行这个都要双管齐下去带。好，而且实在讲这个商鞅这些啊，还不是规矩，他那个是变成什么急功近利。你看都要砍头，那个整个军队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杀气啊，残暴都起来，那怎么可能会有福呢？哦，所以那个规矩假如我们引导的是你要替别人着想，你不能当害群之马，哎，这个时候也是好的引导。教育是百年大计，但一般社会家长校方都是急求果报，要立即看到效果。如何说服家长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长进步？好啊，这一份心呢，我们也很感动哦。那人与人呢，讲缘分。一个班级当中呢，可能有好几个学生以及他的家长家庭跟我们很有缘，所以有缘的你就多跟他沟通，好，没有缘的就改善那个缘分。而往往呢，跟几个家长沟通的好，他的孩子表现越好啊，成为班级的标杆，家长慢慢的也会认同，哦，这个也都是比较循序渐进。其实随缘呢，是积极不是消极哦，啊，随缘就是最成熟的好好的做，不成熟的不要强求。好，我们也不要期待啊，哎，跟家长做这个弟子规沟通的时候，哦，第一次就要来30个40个，那可能会失望哦。能来的我们就认真哦，说不定呢这2个3个孩子啊，其中一个就要成为范仲淹哦，那辛苦值不值得？就值得了嘛，一个范仲淹天下都好一大半啊。要如何才能让2岁的孩子学《弟子规》并且落实？很简单，自己做。小孩每天眼睛盯着你，就像照相机一样，咔嚓咔嚓咔嚓都进去了。哦，好，那当然2岁也可以教《弟子规》，该放好啊，置冠服有定位啊，看到长辈来来鞠躬，每一句还是都可以做的。这次好像又来，哎呀，那2岁3岁的孩子吧，哇，那个鞠躬可标准了，全下去了哦！一看到我们都觉得我们所有的辛劳都不见了，有这样的下一代出来，太值得了，太欣慰了。好，请问孩子的自主意识太强，应如何指导？孩子最重要的培养他是非善恶的判断，所以他所谓自主意识啊，那个是太固执了，啊，这个都要慢慢把它调过来，啊，只要我们对这些做人做事对的态度能够树立起来，啊，慢慢的他就懂得往这个方向来走，啊，你顺着他，他可能就越任性了。如小考发测验卷给他写，他说老师可以带回家写吗？不行，我说的啦，已经明白告诉他这节课写完，可是一节课过后仍然没写，然后就再写嘛。有时候 面对一些孩子还是得跟他磨到他知道你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，哦，当然这个要跟家长啊要先沟通好，哦，不要横生一些无谓的这个误解，哦，家庭失和的孩子在校几乎天天做出引起别人注意或戏弄同学的事，该如何指导？那还是要爱心跟耐心嘛，哦，因为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他的原因，在他成长过程没有人教他嘛，没有人爱护他，好，哦。
去好好的照顾他。另外还有一个重点，你每天哈、念经回向给他，差很多哦。啊，请佛菩萨跟圣贤人一起来当护法。啊，所以我们有一位姐姐呢，她是请阿弥陀佛班当班导师，啊，请观世音菩萨当保姆。好，每天念阿弥陀经哈、念观世音圣号回向给他们。我说，本来这坏学生哦，都慢慢变温柔一点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真诚对他的爱护跟祝福的心。好，学生有一事不明白，结婚宴时，主位到底是给长辈或父母坐，还是给结婚的当事人坐？诸位老师，谁坐？哎呀，你结婚过，你唔知？谁坐？啊？谁坐？父母坐是吧？舅舅坐，哇，那话冒喜啊！哦，这还是家族，以前是家族性的，那一定是这个最长的这个家族坐啊，因为这个婚姻哈、家族整个家庭的大事情。好、好。请问老师，面对身心障碍的孩子，应如何教育才能帮助他建立健全的人格？身心障碍啊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所以其实、教育不外乎啊身教跟耐心。而且说实在的，当你在教他的时候，你连期望他变好的心都要放下，不然你会苦哦。因为你会在那里，他怎么都不变，他怎么都不变，那你会很苦哦。你看佛陀菩萨照顾我们，有时候不是一世呢，不是有时候，其实都是生生世世啊，都很有耐心的。我们这一辈子啊，岂能尽如人意啊，但求无愧我心。好、当然呢，是你看那个过动儿啊，这一次周老师讲课有没有提到？你看他那个过动现象也跟饮食有关哦，把防腐剂、把人工色素、人工香料这些添加剂都拿掉了，过动现象减少多少？47%呢？连在犯监狱里面呢、一坐也是40%几的幅度哦。好，所以从身心当中啊去帮助孩子，那很重要的还是启发孩子的性德、本善的心。面对思想偏颇的人如何导正，还是耐心、当然还要跟他的缘分呢要好一点、不然他听你的话听不下去的，你也不要勉强。好，为人演说，往往你演得好啊，他很佩服你的时候，这个话就比较容易进去。好，那我们面对大众啊，凡事随缘，我们不要每天想着这个人我要跟他怎么讲，那个人我要跟他怎么讲，好，然后呢都注意怎么跟人讲，可能到时候忽略了自己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修行。当我们真正自己用心修行了，心清净了，缘分一来啊，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做了，照得清清楚楚，这个时候进退分寸呢会拿捏得好。我们也不要强求，好像讲一次话人家就要接受。今天有缘真诚去谈，
谈完之后就放下了啊，不要回到家哦，我今天跟他讲得很好，他明天会不会变？好，所以因无所住而生这个慈悲的心。好，刚好三个小时啊，辛苦大家啊，坐在底下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